潮水退去，真相浮现。这一次翻车的，要请接受宇宙的善意啊，因为你应该已经到了有病的程度，或这件事已经会造成更多人受到伤害的程度。既然成为伤害，就应该要被制止。这是今年哈，这是今年，那明年就会有明年的名单哈，一样是很精彩的，一样是很精彩的，所以我才会说今年不报，明年报嘛。潮水退去，真相浮现，这就是土跟海这两颗星在双鱼的时候，所以你看，跟海洋有关的议题，跟毒品，跟宗教领域，跟艺术，所以你看，艺术圈也有人翻车，艺文圈也有人翻车，然后艺术家呢，你看看啊，包装得很好的人啊，你也有可能不是这回事，你就要翻车。我说过了，这一次翻车的，要请接受宇宙的善意啊，因为你应该已经到了有病的程度，或这件事已经会造成更多人受到伤害的程度。既然成为伤害，就应该要被制止。这是今年哈，这是今年，那明年就会有明年的名单哈，一样是很精彩的，一样是很精彩的，所以我才会说今年不报，明年报嘛。所以今年逃过一劫的，其实我后来发现，蛮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加害者，也有的人自以为不是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以强凌弱简直是一个常态吧，应该这么说。所以很多弱者会看着说，你看吧，我后来我都很强了，我也没有要为了自己出名我来申诉，但是你看我一申诉，这个人旁边站着的那个女性就会帮着他，很多人也会对着我质疑我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受害者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出来的，光是这一点，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应该，我们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确认了，我们都只是旁边的人，你确认了没有，你确认了之后，我们再来说一些风凉话好不好，尽量不要先说风凉话。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领域潮水退去，看到真相，此时此刻来讲是最好的啊，因为我们整个六月业力爆发嘛，你整个六月就会看清很多事情啊。我知道大家情绪不是很好啊，因为我连我情绪也不是太好啊，心情不是太好，因为太震惊了啊，真的一连串的而且你要知道，比如说这个人平常很低歌，你可能还觉得不意外，不是呢，这些爆出来的都是平常形象真的很好的人，可能做事也几乎万无一失似的哈，就是所以大家心情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心情我的心情都不好，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你可能真正严重的都不会爆出来。嗯，那种骚扰啊，然后未遂的他可能还比较敢说啊，如果真的得罪的，他很可能受伤更深，他说不定根本就爬不起来，他只能赶快的劝自己忘掉这一段回忆，他可能连说的勇气都没有。如果大家再继续这样检讨被害者的话，人类要这样下去吗？啊，当然这是苍天给我们的疑问。你要继续怀抱着那一块腐烂的秘密，然后让你跟着它腐烂下去吗？你要吗？保护自己哦。Good morning。爱黑社会上课啦！快点加入我爱黑社会，让你们种草莓。黑人老二会带着你们一起飞。黑人遭到印象大牙，试过搞不好会喜欢。唐奇阳预言更大咖翻车。我爱黑社会上课啦！什么都想要免费的男人陈建州及安博盒子，现在又有盒子蛋爆料了。好，让我们欢迎大牙。27号，大牙发文指控2012年在我爱黑社会时期出差到香港，遭到陈建州性骚试图硬上，除了言语性暗示，是不是很久不丧气了，也一直问他的房号。备案房间门铃时，由于当时大牙正准备盥洗，他套上浴袍开了小缝，结果陈建州直接闯入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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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社会上课啦，快点加入我爱黑社会，让你们臭草莓，黑人老二会带着你们一起飞。他一把从背后环抱我，第一时间护住胸部，死命挣扎，但是就是抵不过他人高马大的力气。黑人还说，怎么样，壮吧，你又没试过，试过了搞不好你会喜欢。大家强调他很累了，没想到陈建州还说，好，那我们快一点，没办法，你范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啊。你们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。最后陈建州求欢不成，以借卸妆油的理由想脱身。好不，现在大家都知道范范不喜欢那件事了。我觉得陈建州、周旋于这些妹妹之间应该是非常开心吧。他还有不疼谁，但他会比较疼谁，让女生感觉说他比较疼谁这件事，你不觉得很恶吗？不过对于大雅指控，陈建州声明强力驳斥，内容全然不实，将韦晴律师追究法律责任。老婆范玮琪也透过经纪人声援，而大雅对此立场坚定，本人陈述均为事实，问心无愧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同为黑社会妹妹成员的昆凌以及鬼鬼今天出席活动，皆是尴尬快闪。今天其实主要还是做爱心是重要的事情，而且这社会上其实还蛮多需要被关心的事情。那你们想知道的事情，其实我不是当事人，然后我也不太方便回答。我不知道，我刚刚知道，我超震撼的。超震撼的，因为大雅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阳光正面的女生。我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情，在以前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前提是第一时间就承认这个错误并且负责，那后面就还有原谅她的机会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。但是不要担心啦，7月1号就过去了，明年还有下一波，那我会再告诉大家。老师，那我有在办吗？肯定有啊，要报的就趁这4天赶快报一下。嗯，不是，大概爆料就会结束吧，但是事情不会结束啊，还有3年，你觉得呢？那个唐启阳老师，我帮你算好花费什么的，你有问过吗？他应该先算算他自己桃花吧。没有同班，对不对？他是我同学。有，他以前有帮我跟另外一个同学算过，那我知道我们都是那种万年单身。就他算一算，他说你们的命太奇怪了，对，我不晓得，他就不帮我们算了。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先算算他自己的桃花。那你们28年合作后就没有再合作吗？还是有别的？有啊，有。我都不知道这么多人。七夕花没有和七夕花之后还有台式的不用爱。啊，我最爱的，我真的是太多的爱字啊！也是一对吗？啊，对，对，还是在8年当中，也是很算，要去算，要去算几个月整，应该有10年。等下我们会去找维基，就平均10年合作一次，都十几年。表示我们是很有缘分的演员，其实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很难。嗯，很多人说演员演一次，10年、10几年就，也许会没有机会再合作，就碰一次而已。